选手介绍：45号林景安选手，46号吴永安选手，47号朱胜哲选手，48号侯伟胜选手。叫到你的名字啊，让大家来认识你一下，手稍微可以举高一点啊，让大家认识你。49号杨俊贤选手，50号赖银杰选手。如果有粉丝在下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一点掌声来啊，鼓励鼓励啊。51号李威德选手，52号江毅毅选手，53号黄蔚伦选手。啊，以上选手是我们古典健美组168公分啊以下级，他们的体重是身高减掉100啊，所以他们的身高有体重身高跟体重的限制。首先我们进行7项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弓二头肌，请开始。第二个动作，正面扩大背肌，请开始。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，请开始。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弓二头肌，请开始。第五个动作，背面扩大背肌，请开始。第六个动作，侧面弓三头肌展示，请开始。打开有没有？第七个动作，正面腹肌与腿肌，请开始。好，好，以上是我们7项指定动作。现在在比赛进行中，请选手啊充分的展示你最佳的体态。